我的父亲使用了新的电脑。我的父亲使用了新的电脑。我的朋友使用地图找到了那个地方。我的朋友使用地图找到了那个地方。老师使用白板来教课。老师使用白板来教课。猫使用爪子来抓东西。猫使用爪子来抓东西。商人使用电子邮件来发送信息。商人使用电子邮件来发送信息。